Coffee Lab。这边有一个大门口，大门口是一个非常大的铁门，上边是一个还是蛮高的一个楼的。进去看一下，这边专门还有服务人员来帮你开门。哇塞，感觉就非常的高大。这边是烘焙机，让我想起来这个星巴克的这种工坊店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比星巴克的工坊店要更加的工业风一点，就是它金属的质感更凸显一点。因为星巴克的工坊店它是黑金的这种感觉，这个呢就是纯金属的工业感。这边有卖一些周边，感觉是烘焙的。杯大杯5000-6000，拿铁是6000-7000，价格还是不便宜的那种啊。甜点贵，然后蛋糕的区域，点单的区域。哦，这边是一个旋转式的楼梯。其实用红西湖出品咖啡的这个咖啡店真的不多，所以说能在他们这边喝到这种红西湖咖啡真的还是非常赞的。The mouthfeel is so smooth. And you can feel like your body. Yeah. Have you tried the metal filter? That one? Yeah. No. Okay. I've ever tried the paper filter. Okay.The paper filter, it might be clear. So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you drink every day, like you? Can I count on top? That's a lot. No. Oh, beautiful. Be careful. Thank you.So have you ever went to a competition? Yes. The Siphon competition? No, I participated KNBC. Korean Writers Championship, KCTC. Wow. Korean Cup Tasters Championship. This is the barista, right? Yes. 红西湖咖啡已经煮出来了。这是点了一个这个帕克马拉。Your English is good. Oh, thanks.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你好，你好，啊，谢谢。我是金美丽。金美丽。金美丽。This is Korean. Oh, this is your introduction. Yeah. Hey, my friend, how are you?Yeah, you look great. 你好，我是呀，炮哥。You look great. I cannot read. Always, I have problems to. He's a good actor. Yeah. 我是炮哥。Next one. Dong. 我是炮哥，都听我的。是我的。So, what do you want to get? 我是炮哥，都听我的。See you, Paul. I'm not good at. It. 红西湖煮完之后，哇，这个小山包非常漂亮。他们说这家店在韩国，它是一个连锁店，在韩国有2000多家。比星巴克还要多，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旗舰店啊。刚才喝的这个塞凤，喝的这个红西湖真的非常好喝，巴力非常足，圆润，喝起来。我喝了一个美式，
这个美式是我目前来到韩国之后喝到过最干净的一杯，非常的温和。通常你们喝到咖啡的时候呢，就在你口腔里面会非常的 strong， 很强烈，但是呢这杯很温和柔顺，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叫 Idea Coffee Lab， 很值得来的一家店。这边有一个他们的咖啡 tasting， 很漂亮。它这边是有一个手冲咖啡机，里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研磨机啊。它这个研磨机是可以研磨很多种这种咖啡豆的。这个墙形和这个手掌印合一个影。这边有一个这种旋转的楼梯，上来看一下。二楼也是非常大的。感觉这个镜子蛮好看的，蛮漂亮的，这种感觉非常赞。中间的这个装饰很漂亮。再就是二楼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直接看到就是楼下的咖啡师。这边还有这种古董的磨豆机，还是用这种轮子来转的。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可以。我们是一家人。Do you speak some Korean? 감사합니다。You need to say to her as so, thank you for the good tasty coffee. This is Korean. coffee 진짜맛있어요 coffee 진짜맛있어요 coffee 진짜맛있어요진짜 very 好喝。好喝 very 好喝。哦 coffee 진짜맛있어요맛있어요맛있어요She coffee. Left, she will smile. Coffee 진짜맛있어요진짜맛있어요 It's a little bit hard. 咖啡馆，你看这个咖啡馆，我去年来首尔的时候，这边还没有这家店了，但今年这边就开了一家。旁边隔壁是 New Onion Cafe， 然后这边所有的这些地方啊，全都是一些老的这种修汽车的地方呀，然后做木板的地方呀，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的环境下附近开的咖啡店，所以说它能在这种小的环境下开出来这种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格的店，我真的觉得我非常佩服。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去逛建材市场，那种很乱的那种建材市场，哇，能在建材市场里边找到我这么亮眼的这种咖啡店，就是蛮震惊的。进来看一下，哇，眼前一亮。你知道这是什么谁开的吗？啊，谁啊？知识分子。哦 ，Intelligentsia。你从门外再进来之后，感觉像是又，穿过了另外一个时空，然后在不同的时空里边穿梭。What is this? Is it a robot or something? Oh, it's trying to pattern to the dessert. 往这个蛋糕上面裱花的，有意思的。点了点心之后呢，它也是会放到一个盘子里面，这个机器人它就可以在你点的这个点心上边来画一个图案。正对面这边是有一面大的镜子，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么大的这种显示屏，一直在播放着这种画面。就点了咖啡，这边有这种机器人手臂做咖啡。其实这个在国内我已经见到非常多了，但是它这个
概念运用得非常好，就是这种观赏性非常非常高。他做咖啡的时候就尽在锯齿。把这个粉研磨好了之后，放在这个托盘上边，然后这个托盘呢就直接就可以滑过来。滑过来之后，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来做。他在做咖啡之前，他会先放一点热水放出去，放出去之后才来做冲煮。冲煮机器人，我觉得它可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对于就是手冲咖啡这种单品咖啡来说，它不像是制作 espresso 一样，制作 espresso 的步骤会更多，但是对于冲煮这个就这种手冲咖啡来说，它的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用机器人来做冲煮的话，会更加稳定，就包括冲煮的水温呐，然后冲煮的时间呀，间隔的时间呀，就是它这个机器人会比人要更加的精确一些。然后 Varista 只需要把就是它需要冲煮的这个咖啡豆啊，它在这边研磨好就完。冲煮完成了之后，它这边会直接就有一个这个托盘就滑过来了。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也算是一个 SOP。它会比咖啡师制作的效率会比咖啡师更高，制作出来的咖啡会更稳定，同时又具有观赏性，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Machine intelligence， 机器智能，再加上这种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比较好的一个案例吧。但是它运用到了这个咖啡店的出品上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就可以直接的观赏到，那这杯咖啡是机器人手臂和人和咖啡师是如何一起合作来完成的。这边还有一个角落展示这个机器人手臂的 Artin Bot， 然后它呢是可以探测到你的脸的，它这边是有一个摄像头是看着我的，目前它可以跟你来互动。这边是一个屏幕。看这屏幕，现在这是我，那它还可以跟踪你的人脸。你看我来这边了之后，它会一直跟着人，然后呢，我再来这边，然后它好像还会点头。那个潘帅长得帅吗？啊，听不懂。Motherfucker， 是不是很有意思？它的这个门头的设计真的是，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门头了之后，你就真的想进来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当你进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哇塞，又被震慑到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这种设计的力量。当然除了设计以外，那产品的本身就是你想要传达给客人的理念，你卖的咖啡你的服务，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才 OK。 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我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简直了。然后今天呢逛了这几家店真的是非常非常满足，哎，因为要知道在首尔啊，如果要是每天走个一两万步真的是有点吃不消啊，因为毕竟不是在上海，如果要在上海一天走个一万多步两万步，我觉得完全全 OK 没问题，但是在首尔真的是它这个路真的是高低起伏的，你一会儿要上坡一会儿要下坡，所以说真的是对体力和耐力真的是一项挑战。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一共走了多少步啊，现在是8:45，然后呢现在走了
18000多步，真的在首尔走18000多步，我觉得在上海至少能顶个2-3万步了吧，跟上海完全不一样。但今天真的很满足，逛了一些店，然后漫无目的的在首尔压着马路，真的是太爽了，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每当你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然后你压着马路，然后探索着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咖啡，什么样的咖啡店，什么样的人，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真的非常棒。然后现在来到了一个，我是徒步登上来的，我看很多人坐电梯上来，但是我是走楼梯上来的，因为我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耐力。然后看很多人上来了之后，他们坐着一个电梯下去，就是电梯上来，但是我觉得真的徒步走上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非常棒，很赞。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平台，好像是他们可以看到这个首尔塔的。这边是首尔塔，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啊，可能镜头稍微有点远，我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首尔塔，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这边是电梯，哇，这个感觉真的很棒，非常非常棒。哇，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满地的这个银杏叶。